老师，各位长官，来宾，学生，大家午安，欢迎各位从百忙之中来参观这一次的展览。雅品工笔画社成立20周年，我们特别举办这一次师生回顾展，来为的是要推广中华文化工笔艺术，并为侨胞们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，以及欣赏纪念画册，十里荷香，来期许世界和平。回想当初我们在蒙罗维亚实际火房一角上课的情形，林志坚在乔二课堂上面，然后教学的点点滴滴，如今都历历在现。从小朋友在地上玩耍，然后安安静静能够坐在椅子上学习画画，还有在朋友之间，在姐弟之间，在母女之间，上课中经营着各种不同的画风。然后由于学员多，所以我们才有成立画社的愿景。